Hello everyone, it's Danny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然后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，就是呢，我不是一个很爱刷屏的人，但是呢，在澳洲有一间店，这间店呢，我只要每次走进去，我的钱包就会少掉一两百块澳币。对我来说是一间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店。这间店呢，就是 Chemist Warehouse。啊，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喜欢用的商品。Let's go！ 嗨，现在已经在这个店里面，然后我跟我的好朋友 Joanne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anne， 因为他皮肤这么好，那就还好了。然后就要看他今天用什么样的保养品，走吧。太兴奋了，因为来澳洲你一定要买保健品，澳洲保健品超级无敌便宜，而且因为我本身很信任澳洲的保健品，我就觉得这边法规很严，我个人觉得他应该就是不会乱掺什么东西，我觉得比较天然一点。然后呢，我本人最爱的品牌就是这个 Blackmore， 然后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它也在2020年获得澳洲本地最值得信任的品牌，所以这是澳洲当地的品牌。所以基本上我只要来这边买保健品，我都是买 Blackmore。 然后有一个东西，我一个超级好东西要跟你介绍。没有办法跟你们介绍的，就是他发生什么事？他卖完了。然后九恩也有在吃，有，我有在吃，超级无敌有用，我奉劝各个女生朋友这么买一罐，因为我现在觉得我自从开始吃了以后，我跟你说整个大改善，我就觉得那个小妹妹从此变得无敌健康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吃那个会那么有用？因为它是益生菌吗？吃了多久才开始有这个项目？我忘记，我觉得一瓶。我第一个月就有用了，因为一瓶就是三十颗。我也是，超厉害。然后它特价的时候很便宜的时候，就要一次买个四五罐。我每次特价我直接买半年份。可是因为它大概每半年就特价一次。可是它的价位好像算蛮高的，以益生菌来讲，我觉得没有在没有特价的情况下算高。它原价是24.99，没有特价，然后它特价的话大概到16块左右的样子。反正你就特价的时候你就狂买。OK。就是这一瓶啊，那边卖光了，所以给你们看。是这个品牌，如果我要买 B 群的话，我就买这个品牌，因为它的 B 群就是很小颗，然后它一次有就是100颗在面，而且我觉得蛮有用的，就是吃 B 群就是让我精神比较好一点，可以点这个。我要推荐这个超级无敌霹雳好用，我都叫它发光精华液，因为它这个里面就是胎盘素啊，然后它很好用，就是它是平价，但是我用过那么多保养品，我觉得在平价之内，然后可以让你一夜之间，然后脸整个发光，所以我推荐很多很多我身边的朋友，因为它真的超好用。我要买耶。你要买是不是？它真的超好用的，一定要试试看，真的。这一罐不要小看欧蕾，你不要以为欧蕾是老人家在用的哦。No， 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它叫什么、啊？磁力面膜吗？它上面就是有一个。它这个里面是他们欧蕾独家的配方，然后它有一个有点类似磁力按摩的东西，它可以导入，把它的那个面膜导入在皮肤里面。Thursday 系列，星期四精油的系列，他们主打的就是天然的那个茶树精油，然后它这个是洗脸的，然后还有他们有很多什么抗痘的啊，然后。还有什么、我记得他们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茶树精油的化妆水，好用，我觉得好用，我自己也有用，但是我直接买他们的精油，精油可以做好多事情，对，我直接拿来洗衣服，洗衣服，然后可以拿来拖地，然后还可以拿来，就是点在那个熏香精里面，可以拿来抗病毒，它杀菌力很强。杀菌力很强，这个茶树精油非常好用，抗菌力很强。你要带一瓶回去。
来澳洲，你一定要用澳洲本地的品牌。这一个，妈妈超级无敌便宜，大家知道吗？超级无敌便宜的。然后我现在用的都是这个，因为它时不时的半价，像现在它。请问它有什么过人之处？大半价，它就是一个平价的澳洲保养品。然后我喜欢的是，因为它号称成分都很天然。例如它上面就是写说它没有添加什么，然后没有用动物实验之类，然后我就很喜欢。嗯哼，就是它号称就是比较天然的保健品，所以OK。然后我觉得 OK 啊，就是以这个价格得到这样的品质是算 OK 的。OK。像我来到这种地方呢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不是逛我要买我自己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于这个母婴专区。有多恐怖呢？你去看他们，就是有小朋友 baby 专用的精油 ，Oil Garden 的很好用，就是生病的时候可以用，还有就是帮助小 baby 睡觉的时候可以用的。这个我两个都我自己都有在用的，超好用。然后还有很多像这个。他们说这是通鼻膏，通鼻膏就是当他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可以擦在小 baby 的胸膛或者是他的脚底，它里面有天然精油的成分，可以舒缓。这个都是澳洲，我觉得目前为止，就是我回台湾，然后很多妈妈会请我帮忙带的，就是算非常使用率非常频繁跟高的。然后还有很多很有名的，例如说像什么屁屁膏啊，这个也是很有名的，拜耳的很有名的屁屁膏。然后还有就是，CW 这牌子的乳液，洗澡的身体乳 ，baby 专用的。当然还有这个，台湾也买得到。你看他们有时候会在特价就可以买。嗯哼，当然就还有这个牌子，天然燕麦的牌子，保湿能力超强。像我儿子有时候会有湿疹的状况，我也是都买这个牌子给他吃。很赞，然后还有 QB，这些讲的用这个是 QB， 不是，这是 Baby QB 哦，它还有大人可以专用的 QB， 然后再来就是各种 B box， 这个有名的水壶，这就不用我介绍了吧？各种妈妈看到都疯狂了，各种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它很厉害啊，它有出这种，这个有里面有Mickey Mouse 的那个头。很可爱，然后它的配色都帮你配好了，就是 Mickey Mouse， 然后还有 Minnie Mouse， 迪士尼的，对。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哦，还有这个Jack and Jill 的牙膏，这个牙膏也是一样，非常非常疯狂，各台湾妈妈很疯狂的。然后我自己要稍微推荐一个东西，可是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有在使用的，这个叫做长牙齿的时候，小朋友牙齿痛的舒缓膏。那当然，这个就是它擦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就是麻麻的，就是让它痛的地方稍微麻痹舒缓，所以它就没有那个痛的感觉。可是它这个用量上面是有限制的，所以台湾好像买不到这种东西，好像在这里才买得到。这个长牙齿给小朋友擦的，到目前为止就是最重要的各种不同的维他命软糖，这一罐一定要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是感冒然后或者是生病的时候专门吃的。然后这个是这边很多这边的例如说幼儿园的老师啊，他们有时候会推荐家长，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感冒，如果他不愿意，你想要让他就是不要吃太多药或什么的，就可以补充这个，里面有好像有锌，有维他命 C， 它就是 support 他的 immune system， 就是他的免疫系统的。这一罐很赞，因为我儿子也吃掉好几罐。OK， 这个澳洲的羊奶肥皂非常有名，所以我有买来用。然后因为我没有很爱用肥皂，所以我一块到现在都没用完，大概过一年吧，就没办法。但是我后来就买了这个，因为我买保养品或保健品，我就是很喜欢买比较天然的，我不喜欢很多化学药，就是
是化学药剂，所以他们就说这比较天然，就买耶。结果跟人说超级难用，我就是怎样难用法，我看看，就是这个怎样，就是它是洗起来都没有泡膜，不知道是我买那瓶坏掉呢，还是然后。就是你洗头发，你都觉得你有在洗吗？然后洗完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肥皂可以，可是 shampoo 不行。对，就是都没有肥皂，就是你洗起来没有泡沫。OK OK， 地雷，很干很干。对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。好。我那时候买的时候一瓶都没用完。各位，如果你要买这个洗发精，请注意喽，它不会起泡。对，然后润发乳也没有很润，因为我头发很干燥， okay.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没有用的东西。了解。好。真的超好用的，澳洲本地品牌，然后它的包装看起来超级不起眼的，但它的价值很便宜，然后没想到我那时候想要用用看，没想到这么好用。还有 QV 这个品牌，刚才Joanne介绍过给 baby， 然后还有给大人。我皮肤很干，所以用这个的话，它就是它没有加那个，它是 soap free， 怎么翻译？So free 应该是没有加皂剂啦。对对对，所以它洗起来就是洗完以后，你的皮肤就不会这么干燥，就是、很适合皮肤干的人。然后这个东西它很神奇哦，它就是你怀孕了以后，它可以帮你测说你怀的是男生还是女生。啊，你本身有用吗？我本身没用过，但是我朋友有用过。准吗？它的是准的啦，但是也是有不准的时候。不过如果你们想要玩一玩，想要就是试试看，我觉得它会再加上，应该有是有它的原因的。嗯、OK， 可以试试。也太有趣了。最后我要介绍一个水光针面膜，非常的服帖，然后很保湿，然后每次只要看到它特价，就一次买5盒，夸张卖完了，就知道为什么每次竟然都花那么多钱。啊，真的有太多东西介绍不完了。总而言之呢，如果你有来澳洲，或是你本人来澳洲，一定要去逛那间店。然后我本人今天又不小心走进去，然后我又不小心花了86块，这是一间很危险的店耶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没事，我都尽量不要让自己走进去那间店。好啦，谢谢你们观看我的频道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这支影片按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